我要带大家看遍一间被吴小姐们种草了好久的 SPA 店，跟我来。有个小哥哥准备做 SPA， 我们去搭讪一下。小哥哥，你一个人来做 SPA 吗？对啊，看到这有 SPA 就来体验一下。轻了10岁哎！作为一个 SPA 控，今天的屈臣氏 SPA 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而且啊，现在关注他们的睿智肌公众号，还可以获得一次免费的 SPA 服务。你怎么做了 SPA 买了这么多东西哦？哇，这么好用的东西，我当然要买多一点，跟我老婆一起用了。果然是居家好男人。